各位老友记唔记得我哋做斗鸡果屎。香港有个好省镜歌令叫做黄以云。那条靓女夜晚响茶楼唱嘢。搞到我老爷成日喳喳地话落香港搞嘢。实际就梗係去捉嘢啦。佢都有踩影画戏㗎。最初踩粤语声片残歌啦摩登新两续集。尤其响摩登新两续集度佢做咗两出粤剧之子戏。一出同何大傻叫大傻偷鸡。另一出拉前大叔叫酒楼戏凤。后来香港有间百乐影片公司请佢搭正踩佢地创业作粤语伦理曲折奇情悲喜剧。该片名叫《水果男人》。阿爷记得有个舅少世伯带佢落过嚟香港睇佢地开镜。果日系中华民国25年2月2日礼拜日响九龙深水埗大埔道制片厂开镜。男主角系踩过薄幸果个由小女送返嚟半堂返靓仔杨业宏。套片话表哥杨业宏啦表妹黄以云原本青梅竹马。点知收尾俾表哥个老死。果个开西洋冒闯尘路勾二嫂叫长脚。表哥为咗表妹幸福傻捻到代陈露顶替谋杀罪坐监。阿爷咁咪即系抄英国狄更生《双城记》最美果长桥，套戏咪苦过。D D 又唔捻算系多，事关有大口可拉，杨君合做笑胆，所以笑鸠死冇命陪。黄以云又唱咗两支插曲《落花池》同埋《三分春色二分愁》，都几有睇头噶。呢出戏拍到成四月至拍完，攞埋去冲印剪接，六月尾响香港试影，俾大众影业贸易公司做省港发行。不过我系特登响中华民国25年7月2日礼拜四由省城落嚟香港中央戏院睇，因为我个老母话香港中央戏院新装咗个成8万咸龙蒸机。他要来见识一下。